多謝你，唔知系咪天气热影响情绪稳定啊？星期一网上面流传，湾仔会展巴士站多个司机因为泊位问题，一齐互相搬对方嘅妈妈，一边喺度争执，妈坚持足大约半分钟，好彩过程之中冇人出手，不过就乜嘢形象都冇晒啦，除咗画面影住戴黑超嘅呢位司机，俾网民话佢外形似万梓良。城巴回复我哋嘅时候话，事件发生喺星期日下昼大约两点半，已经即时就事件展开内部调查。话如果有人违反员工守则，就会纪律处分。